民进党前立委高志鹏被指控在国有财产局市场承租架构案当中收取50万元的政治现金，跟二审依图利罪判刑4年6个月定谳，前年的1月10号入监服刑，服刑了756天，因为表现良好，缩短刑期188天，符合了假释条件。法官在侦虎裁定准予假释。高志鹏晚间6点多也布出了8德外意见。 高志鹏可以回家过年，面对镜头仅低调说谢谢，有亲友陪同离去。高志鹏曾经任3届的立委，被控在2007年的时候向国有财产局的官员关说，帮助东风阁公司的负责人谢聪峰等人违法承租台中市一笔国有土地，之后再以政治现金的方式收取这家公司50万元。高志鹏先前入狱，先向新北地检署报到，暂时发监台北分监，再移到宜兰监狱，之后申请外役监，再移到了桃园的8德外役监狱服刑。高志鹏假释出狱之后，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到新北地检向检察官来报到，执行假释中交付保护管束。